台中今年变身小迪士尼了。2019台中耶诞梦想这次特别与迪士尼合作，将台中三大景点缔造成梦幻的迪士尼主题灯区。不论是可爱的 TSMU 主题的大型展示区，还是女孩最爱的迪士尼公主们，来台中就能一次收集所有你爱的角色。今年台中2019台中耶诞梦想世界将在6/12正式开幕，为期近一个月的展期时间，以三大展区为主，分别是旧台中火车站前广场、绿川水岸廊道、柳川水岸步道。图片来源又挂号，图片来源又挂号。从台中火车站一出来，就能看到这超可爱的 TSMU 主题展示区。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通通掏出手机拍不停。图片来源小老鼠 Evan 1976-6525 小老鼠。站前广场有三个必拍的景点，一个是巨型梦幻蓝圣诞树，蓝色的圣诞树造型就像是迪士尼经典动画幻想曲中魔法师米奇头上的蓝色魔法帽，上面有亮眼的六角星，底层是色彩缤纷的 TSMU 城堡造型，好拍程度5颗星。图片来源小老鼠 Sunlight by 小老鼠。图片来源小老鼠 Sunlight by 小老鼠。另一边还有 TSMU 最经典的叠叠乐造景，有米奇、唐老鸭、小熊维尼等全部都叠在这里。底下是糖霜杯子蛋糕造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超大型迪士尼蛋糕，让你拍照拍到手软波浪号波浪号。图片来源小老鼠 Bear Fat Life 小老鼠。广场正中央是这次台中耶诞梦想小舞台，看板背后就是台中著名地标旧火车站，复古的建筑配上迪士尼火车造景，拍起来也很有圣诞节的气氛。 Tilda 图片来源小老鼠 Bear Fat Life 小老鼠。除了火车站前广场之外，再往前走10分钟就能到第二展区绿川水岸廊道。这里有许多迪士尼经典角色造景，有米奇、米妮、高飞、布鲁托，另外还有小熊维尼与他的好朋友，大家最爱的迪士尼角色通通出现在绿川上了。图片来源小老鼠 Alice 底线313小老鼠。图片来源小老鼠 Alice 底线313小老鼠。图片来源小老鼠 N 底线 Cool 小老鼠。2019台中耶诞梦想世界展区地点，旧台中火车站前广场、绿川水岸廊道、柳川水岸步道。展出时间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1月1日。活动网站迪士尼台湾，让台中柳川水岸步道有女孩们最爱的迪士尼公主系列造景，也即将在本周与大家见面，大家一起期待周五的到来吧。波浪号波浪号。延伸阅读来源网络资料。